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2号，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House 视频，我是主播 Selin。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加州新能源百 Solar One on One 的销售经理 Sophie 来为我们介绍最省钱的用电方式，欢迎 Sophie。Hello，大家好，我是 Sophie。我们是 SunPower 认证太阳能一体化系统直销总代理，加州新能源 Solar One on One，致力于打造超值的太阳能系统。我们使用的是业界最高品质的 SunPower 太阳能板，并提供绝无仅有的25年全面质保，免费上门评估，还有零首付安装。那这次呢，我们活动不仅有7折的优惠，还送1000刀的减免。是的，那在这里我们也和大家再重新介绍一下加州新能源 by Solar One on One。这是一家专门服务于加州的太阳能公司，团队有着多年的经验的太阳能销售以及安装人员组成，致力于打造个人以及家庭的超值优惠太阳能计划。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Sophie 也是带来了超级大礼哈，7折的优惠以及送1000刀的减免。好。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由于我们加州这边是比较特殊啊，是一个气候的领导者，不仅出于个人意愿，而且出于一些必要性，是气候变化后果的一些比较实时的反应。那我们知道，在加州的野火啊、热浪啊、灾难性的泥石流，还有停电和干旱，总是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所以美国联邦政府就在碳减排优先事项和全球承诺上面呢，走的都是比加州要慢的。那我们身处在加州，我们在迈向清洁能源未来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屋顶太阳能的有利政策支持，那包括像抵税啊、净计量的激励措施等等，都帮助加州实现了清洁能源的目标啊。抵税我们在上期节目里面详细介绍过了，净计量就是允许安装屋顶太阳能系统的客户以合理的价格将多余的电力出售回电网。今天啊，Sophie 是来手把手教我们挑选这个清洁能源太阳能板的啊。不同的太阳能板到底差别在哪里？选价格还是选质量？太阳能竟然还可以赚钱啊！实际到底赚多少？这些问题我们都一一解决。好，首先啊，这个新能源大趋势，我们现在在加州买新房都是要装太阳能板的。Sophie 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买太阳能板最重要是要看哪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要看板的转换率。同样大的板，SunPower 发出的电就会比较多。那 SunPower 这样子的话，SunPower 需要用的板呢，它就会比较少，所以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系统一般会小一点，占屋顶的面积会少一点，因为我们的转换率，我们的发电量是远超过其他板的。我们的转化率现在呢是23%，一般业界的板转化率为15%到20%，也就是说 SunPower 的转化率要高5%，和市面上其他板相比，我们一年平均能高出500度的发电量，那25年就是高了12,500度电。那因为我们是直销嘛，所以我们的客户享受到的也是 SunPower 一体化的一个系统和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设备都是专门定制、互相协作的。打个比方，就像苹果和组装机的区别，那加上我们安装和售后质保都是 SunPower，所以我们相对来说质量会好很多。SunPower 的板是按照能用就是40年来定制的，所以作为最老牌太阳能公司，它也是这么说是有底气的。而且因为 SunPower 板转换率高，我们不用做那么大的系统，屋顶也会更加整洁漂亮。最重要的就是相对少的板发出的电更多，意味着我们的客户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确实，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说所谓的省钱是什么？不是说你花了特别少的钱买到一个还行啊、还可以的东西，而是每一分钱我都必须要花在重要啊、花在刀口上面才是最重要的。对，索林说的没错。那 SunPower 的板呢，它损耗率也是最低的，它控制在每年0.5%以下。那像 Tesla 是0.54%，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板到了25年以后，这个它还是可以保证92%到94%的发电量。然后 Tesla 版的它的效能呢，它是只有19.8%，SunPower 的效能是高达22.7%，属于美国一级板里面非常顶端了。还有我们的电流逆变器，那优势也是非常显而易见。那我们是那种 micro inverter，就是下图这种每一块板，下图应该是右边这个每一块板都对应一个电流逆变器，所以我们的板可以发出更多的电，更加的高效。特别是针对一些客人，屋顶光照量并不理想的情况，更容易夹板，也拥有更久的寿命。像是大部分公司用的旁边这种串联的逆变器，就会只能用到差不多8到10年左右。而且换一个电流逆变器也很贵，差不多要3,000到4,000，那之后会更贵，所以质量是非常重要。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哈。那我就是问一下，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小的电流逆变器维护比较复杂，那所以如果没有像 SunPower 这种专业的安装维护团队，一般人啊，别的公司是不愿意做的。别的太阳能公司肯定不会愿意花这么高的成本去做，对吗？对的，没错，而且特别是说像我们这样是直销，所以就是有什么东西修的话，是 SunPower 直接来修。如果是那种承包，就是比如说，他是可以做 SunPower 的板，但是，他是承包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帮你做这个质保，做得特别好。对，那所以我们响应速度会特别快，而且做的质量肯定也是比别人要好的。对，没错。好，那我们说到成本啊，大家最关心的 SunPower 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SunPower 的价格绝对不可能是最低的，但是它的价格绝对是最公道、最划算。你会觉得花的非常的值得。像是我之前说过，鼓励大家可以做一次性买断，或者是分期付款买断，又或者租赁。那你无论怎么做，都会比你从电力公司买电要便宜太多了。肯定的，不管怎么样，装太阳能肯定都是最省钱的。首先就是电费就可以省一笔。那 Sophie 可不可以给我们对比一下 SunPower 比较其他的一些品牌，比如说 Sunrun 还有 Tesla，它是最比较好的优势在哪里呢？对呀，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像是 Sunrun，它是没有自己的太阳能板和电池的，然后他们是自己不做很多东西的，几乎都是外包。最重要的是质保这一环节，SunPower 呢是严格遵守25年全面质保这个规则的，但 Sunrun 这边还是交给了他的合约公司来做，那么也就造成了客户找不到人，或者是解决问题非常慢的一个问题。而且他们虽然是在 Costco 做生意哦，但是如果你出了问题，Costco 可是一点责任都不会负的。这些都是可以找到相关报道的。确实啊，我们之前在我们这边本网记者啊也是报道过相关的新闻哈。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Tesla 相比有什么样的，比起来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对，两个关键词，转换率和损耗率，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张图。这个是专门对比 Tesla 的。那 SunPower 在太阳能市场呢，一定是赢家。无论你去任何地方做 research，这个答案都是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 Tesla 呢，他们确实是会以一个视觉吸引力和它的这个电车作为一个卖点去吸引客户。但是装太阳能是求稳，它是一个时间很长的投资的一个事情。在一个技术没有真正的成熟起来之前，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能做 Tesla，也能做 Sunrun，但我们现在选择 SunPower，就是因为口碑和客户反馈。SunPower 是我们合作过所有太阳能公司客户最满意的。有很多去年想了解，但最后选择 Tesla 的用户回头找我们，都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没装上。Tesla 和 Sunrun 最大问题是，它不是一体化，它有部分，或者是像 Sunrun 它全部就是外包。那安装中间呢，也会突然就是突然开始加价，比如说你屋顶出现问题啊什么的，等待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有一些安装期间它就走了的情况，反正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这个是有点搞笑，就是说是 Tesla 一个它的一个solar 的一个屋顶，就是没有完工，然后就是2个月都是这个屋顶都是敞开的状况，哇，那这个也太丑了，确实很对。影响这个房子的美观呢。而且不仅是这样，就是我前两天在搜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有网友就说啊，这 Tesla 的计价方式还不准确哈，导致这个客人低估了电费，没想到电费到最后还是那么贵，对不对？而且最重要是我们的这个 SunPower 是有货的啊，前段时间也看到网友在网上分享说一些太阳能公司现在都缺货，等到现在都还没有装上，那我相信我们的 SunPower 是绝对没有这种问题的。对，没有，我们的客服好，处理时间快，这就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就是直销和地方代理的区别，因为直销嘛，所有东西都是 SunPower 后台来处理，所以时间是非常快。像我们，可能就是正常时间，那如果是地方代理的话，如果他自己去做这些后勤的话，可能就要4、5个月。没错，因为它环节越多的话，我们就是不能够保证所有东西都一定能够就是马上到你的手上。那所以综合来看，其实价格就算不是最便宜，但一定是最超值，而且是最方便稳妥的一个安装方式啊。我们知道安装太阳能是绝对省电费的啊，不管怎么样，总是会有办法把这笔钱给省下来的。好，另外，Sophie 今天其实也是要来给我们分享一个靠太阳能赚钱的办法，是吗？是的，现在呢，这个时候其实装太阳能是非常聪明的，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是11月份，你装了太阳能之后的话，你其实用电量呢不可能像夏天那么多，那你这些电呢，你可以把它储存下来。那储存下来有2个好处，一个是你可以选择说，等天热了，这些储存下来的电，我可以把它就是多用，把它用掉。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利用太阳能的这个净计量，这个。
电价计算这个规则。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允许就是你装太阳能的客户一个合理的价格将多余的电力出售回电力公司，出就是卖回给电网。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方式，你可以就是以此赚一点钱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30%的联邦的一个政府退税，之前是比较低，现在已经涨到30%，所以你能拿更多的退税。然后更好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活动嘛，就是一个7折加$1000的减免。对。对，所以呢我们综合上面的三点哈，怎么样赚钱，给大家总结一下，画一下重点。第一个是一个竞技量的方式哈，多出来的电呢卖回给电网，然后你就可以靠此赚钱。第二个是我们看到的30%的联邦抵税啊，上次我们已经说的非常的明白了，而且这个抵税的政策是啊一个很长的时间之内哈，你可以赚到不少钱啊。那对你来说，如果你本来就是需要交很多的税啊，或者说是你希望能够以此获得一些抵免的话，那这个也是很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回啊有折扣啊，比带来的大礼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好的，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的话，那可以联系我们的 Sophie。 如果你有兴趣安装太阳能的话，千万别忘了找我们的 By Solar 101团队联系 Sophie， 他们的团队就会为您提供最超值最适合您的太阳能计划啊。最后一句啊，早买早享受，现在买还有更多的福利，赶紧联系 Sophie 吧。好，谢谢大家，谢谢 Sophie，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拜拜。